为吸引更多的旅客到访，我国旅游局推出了奖励计划，让符合资格的旅客可以免费的参加本地导览活动。在计划下，搭乘飞机入境的短期旅客可以免费参加一项本地的导览活动，认识不一样的新加坡。外国旅客即日起可以登录到新加坡奖励计划网站，或者是到 Visit Singapore 应用程序挑选一个活动参加。目前是有38个旅游产品开放报名。这项计划呢将持续一整年，但是不开放给本地的公民、永久居民和长期证件持有者。